果你穿这样子给我上课，我一定想办法把英文练。你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 Yuki， 然后我目前是一位英文老师，身高166公分，体重51公斤。恐怖的是三维是你的英文那部分蛮厉害的。普 A B C easy 的 E。哇，轻松的大不是？等一下，你穿这样去上班？对，因为我就觉得随性就好。会不会有点太就有点居家服了？对，大家都说对不对？对啊，睡裤这样子。嗯，那补习班不会要求你们穿什么吗？他们就会希望穿的比较保守啊，衬衫啊，然后因为是面对家长的关系，所以就是希望你要严谨一点打扮，不能够让家长觉得就是太性感。你匆忙出门，穿错衣服去上班，请问你穿的什么样恐怖的衣服去？因为赶时间的关系，然后就随便拿了一件衣服，对，然后想说，怎么好像大家都在看我这样子？对，然后结果下了课，然后班主任就说，你这个刚用监视器看你，好像有点有这个嗜好，监视器，我楼下监视你，视奸情。然后就说你这衣服不太 OK 哦，对，然后我低头一看，哦，就是背心，有一点点。露一点事业线，所以因为你穿的比较性感，曾经让你把工作丢掉，有过啊？对，因为有一次就是在谈那个比基尼去上班，有一次是在那个谈一个很重要的 case， 对，然后其实我就发现对方班主任都说，OK， 这个秀课就是也很有活力哦，这样子，然后结果后面就是因为对，那天是休假的关系，就穿一件短腰的，就艾迪达这样。有点露肚子的那种，对，这样也不行，损失这个工作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班主任老婆说，因为班主任喜欢 Nike， 没，他觉得这样子对，他露肚子，老婆，对，他老婆不是不是我露肚子，你同事想要追踪你的 IG， 然后你说你没在用 IG 是什么？哦，对，因为通常就是大家都是会看人给。其实跟同事之间感情都还蛮不错的，然后他们就说，你最近有没有在玩 IG 啊什么？我就装傻到底，就说不给，因为怕他们觉得看到私底下的那个打扮是会有点不适应。对啊，那第二天来上班就这样，哎呦，看不出来嘛，哎呦，找到了，今天OK啊，你私底下一定穿很辣咯，我告诉你，待出来炸死。私底下的他们有可能经营，哎呦，目前还看不出来怎么样哦，杀了无袖的，决定要让你们啊一一比胖哦。哇，有，要穿靴子，小靴子，谢谢你，mini 裙，小鸡，哇，小鸡什么东西？就那个 Gucci 的 ，Oh my God， 对，清凉。哇！天哪！来，走秀一下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哇！对不起，我已经忘记你是老师，英文老师。英文老师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穿这样子给我上课，我一定想办法把英文练。真的，好像每个同学都这样说，对不对？准备很一大堆问题就问他 ，No problem。今天穿这样对你来讲尺度到达几分？算是比较 low。吓我一跳，算是比较保守，还能露？你平常我都这样。我们的招生名称在这里。他其实还有私服照，请看第一张。哇，长辈，哇，你以为猪嘴好厉害？第二张，哇，天哪，今天怎么没有这一套？你怎么对不穿这个来呢？这是泳装，对。哇塞，你这种照片真的不能让同事跟同学看见，不 OK， 会真的会遭殃，会不行吧？他不行，他一定会每天就看到你是 W 了。W 是 W， 对不对？对，完全不行。对，因为他们就会不专心。
家不想入境的话，你入境了。